你好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大清李将退休举办的纪念日。哦，那为什么有刚刚看到我们的御检师哎？所以也是为了这个活动啊，那我们跟李将一起，我们有那个御检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。非常棒啊！那这种活动大概多久会办一次？也是无限的，其实都有很多的话，期待到没错，那我们听众朋友也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会长预约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听众朋友记得有需要的话，直接跟我们的会长联络哦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会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御检师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今天是慈善协会的活动，是的，我是树林爱心慈善会。今天是我们台北市大同区林家里中年普渡的活动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把爱心呢，出来我们的林家里，让我们的所有林家里的所有的乡亲父老，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怀。今天有好多义诊师的，是是是，这个都是我们慈善协会举办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大概每年都会举办。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，每个月哦。对，我们一个月应该最起码有四次，对，一个月每个每个礼拜都会办这个活动，对对，也欢迎呢。我们所有的我们双北啦，目前在双北，那希望呢所有的邻里啊都可以。打电话给我们会长，邻里对邻里，对我们都可以好，因为所有的邻里呢都有中低收入户，需要我们来做关怀，希望呢大家能够共同来共襄盛举，把爱心送到每一个角落。谢谢我们公关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。